我是二年十二班黄海翔 ，AKA 防疫小黑人。嘿，同学，万物都让学生候选人呢，你刚没有戴口罩，防疫期间使用的口罩。所以你刚把我拦下来，只因为我没有戴口罩。我也。It was at this moment that he knew he fucked up. 再来。その日、人類は思い出した。奴らに支配されていた恐怖を。